自己的那种道理，那么要干，那没话的效率就是一个，哎，山水间哦，哎，你刷这里就睡，那你道理就睡，那躺在下面就觉得非常的哦感动，心里会激动，啊、哦，哎，你的三观中这个女人，好像是两个东西，其实一个东西，因为一起经过道理道出来的，所以你那个心嘛定心，你的道理照进你的内在。哦、你看我和你两个就礼拜，一就礼拜先，你都不仅能够给你脱手，哦，你让跳舞你关照脱手，而且关照的非常敏锐，每一次关照很敏锐，是能够自信智慧就能够打开。哦，或许讲的是这样子，当然文字本身这样子，那感觉几乎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哈、哦。所以说，各跳舞第六，你先排这个顺序了哈、哦。第六法则是196页，法海。你也能够把外心即心即佛，啊，外心是那个叫棍，外心是担心啊，是那个叫棍，看起来，因为你的心定不够。有时候说即心明慧啊，即佛能定，看起来，哦，啊，一个人讲你定为本来你无为物件，即使你起码我讲清净，哦，就是你定得不够，所以怀疑讲啊，咁是关你追求外面的佛啊，就是咱怀疑讲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会要求西方，这样是否正确呢？哦啊，有这么，有时候如果说嗯正确，哎，没搞，正确嘛，就是没搞。可见你就他念阿弥陀佛要得到开脱解脱是不正确的，引到不好的方法。自心自诚，意识门啊，能够怎么样？一个该学的。念阿弥陀佛正确，哎，对，这方面没搞。第三点掉了啊，很显然。所以可见他有他的功力在。不只是嘴巴在念，或者意识在跑，你意识跑跟嘴巴念都是工具而已。今天那必须要第七光照，但是要靠那光照。这就是以后今天都工业部各种制度改革的突破。
那老师，那老师说以前是戒定慧，现在老师可能是定慧戒，先定再慧，然后再后面一个戒定啊、哦。谢谢。习气奉献，学有怎样？这对你说刚刚呢，应该不用怎么解释，为什么你都会了。老师说，看第二页的哈，或者从这第三页就好了。世间无法，求清求净，一定身心身净啊，心净。大家都想，哎呀，为了被林冲啊，为了沙子啊，为了带棍，我应该带起来，我们应该雕山，为什么呢？求清求净，我也当清净，当平安嘛，当时这世间情况不变化。但是咱今嘛学习出世间法，老师传的是出世间法，但是它不离世间嘛，也是从。的程度叫共鸣啊，诸佛妙理可以帮你们修，但是也不是不要你们修，只是独立名词而已的啊。所以出世间法本质清净，定慧本质。那个时候，每个人就会走，很简单，他让身心升起，人家空别让的大声音感，可能是有的，也是有的，但是一能够经得起考验吗？能够经得起家人、公司、同事、朋友的考验吗？或者经得起自己内在魔性的考验吗？啊，能够突破瓶颈，达到一个层次的提升吗？这都是未知数的，并不是只有说你在念经的时候就直接给到那个境界去，这个是虚妄不实的。在现在，你看爸在讲工业，需要被爸去打困难啊，所以我们要定位本质，每个当时都定位本质。好，般若妙是菩提实相。这关键都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啊！信心护气，天人合一，必须自立，目睹开花。这是你们无尽的承认才够的。你讲人起，把人给你启发，前贤讲，还是讲前贤帮你引导啊，把你教导，把你让你不受影响。但是自己也要有心去起立，你也跟人这么讲，我学起来。我不习惯这个，我这些人干嘛？我几个人家去？人家弄不落去嘛，落去了等于干嘛？哦，那人家是道场呢，道场，那人家修道，啊，真正达到是我们的道心嘛，道心你家，啊，你不在道场跟修道，不代表你的道心，对不起啊，所以道在这里，不在外面嘛，哦，对不对？所以说你要自立，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起，人起。天启还要自启，就是对待不可控。这个毛病，你看这些，哪能跟你讲？你看大大大咧咧，掌握掉了，你定境更不要了，那个讲法，上天加你，上天跟你加，做到了。你这个时候，或是做这个吼，做这地方，那有些真正，你唔知啊，是讲要哪去开垦吼？这边呢，比如讲司马是这样子，大小是不一样，这边是高的。你那是高下水，当医生去医生，你干嘛说？我是那个下个病足疼的啦，啊，咱这两年的钱，结果弄不到，有时候医生还很脏的些，自己一年连几百次，甚至几千次都有，说突然间血存在在家里家地方，哎呀，哇，就是安尼哦，这边个医生不想做的，哦，比如讲那些是疼啊，疼啊的疼，哦，疼，安尼。好像很简单嘛，但是化学下下里，那下得下呢？怪，怪，啊，根本就更怪的，平的那是怪怪，一波收缩，一该收的不收，该亏不亏的，啊，那看我讲，你这个不对哩，看，哦，这出这里很多字嘛哩，这个游戏安尼，啊，你下来如何下去安尼？进来有啊，但是好像比例不对啊。那比例如果让你抓到对的，比起来，哎，影响来了，哦，就是哎呀，我是欠掉，欠你这样子，啊，所以说，借着心理音乐啊，赋予影像来作为启发，这些契机方法啊，有时候要苦练的，啊，自己苦练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呢，刚才我讲的是爱前些年够来考研考书，其实你哪会说你往事并不会苦，因为灵感一直而来。那你二有每个都契机，每个都跟自信契机，一跟他我如鱼得水的，我能开凿运河，开运河再划船，我听见，各自然各各各国开始先进了啊，
坡道瀑布的时候，你解决了比瀑布的提问者每次在你的你的你在你只要控制好他们就是你看天气的时间就这样兄弟那种那你感觉控制的话这样就可以你上一直前进的不用跟和歌是骗人的我们现在因为三外平均是五千个可是它有下坡的顺顺流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容易只要定定定就好智慧就出现了并不是说以后都是这样子，或以后不改弦了，应该不是。这有很多种方法。哦，你比如讲，云雾之间、天地之间，还是刮那个山水之间，你讲要讲题材，不够这这了哦。希望后续抛砖引玉，多做些相关的物件。啊，多些是以后工作的，也记得跟后续分享。啊，主要分享的，我们做的这些里面，我们占占用多些些时间，啊，如果总的有尺度大一点。不符的地方啊，请各位天心啊，给人生多心情，多做饭，写正真实的人。谢谢。用心的呀，礼物很精。